第28題，咁呢條咧，我建議你係 put 數去做嘅。不過咧，我就做翻個 formal method。好，360度加 theta 就係 sin theta， 呢個就係加 cos theta。好 ，cos 270度即係 cos theta 啦。啊，唔係喎，270度係變咗 sin theta 喎，單變雙不變喎。呢個係 sin theta 啦，呢個係減 cos theta 啦。好，再加咧。sin theta 減 cos theta， 好，咁你唔知點解 sin 360度加 theta 係 sin theta， 即係唔知點樣記嗰啲同學咧，咁你可以 search 向文章單變雙不變呢個 keyword 咧，就可以揾到噶啦。好，呢個就係加 cos theta 啦。好，跟住咧再做個通分母啦，通分母呢個成呢個啦，我都煩下喎。好，這個乘這個就是 sin theta 加 cos theta 的二次，再加 sin theta 減 cos theta 的二次，再除以下面呢就簡單少少，下面就是 a 減 b 乘 a 加 b， 即是 sin 二次 theta 減 cos 二次 theta。 好，上面你再 expand 它呢，就應該會是看看先啊，上面再 expand 佢就係 sin 二次 theta， 兩個 sin 二次 theta， 兩個 cos 二次 theta。好，下邊仍然都係 keep 翻 sin 二次 theta 減 cos 二次 theta 先啦。好，咁但係呢兩個加埋咧，如果你抽個二出嚟咧，係二乘括弧 sin 二次 theta 加 cos 二次 theta 啊嘛。咁下邊一樣噶啦。好，咁你抽完個二出嚟咧，那個括弧就係一嚟嘅，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D for dot。呢度講多少少啦，點解中間點解得翻呢兩嚿咧？因為呢度有個二 sin theta cos theta， 呢度有個負二 sin theta cos theta 就會弱咗嘅。D for dot， 所以答案係